你的个性就像风一样，风只有方向，风怎么会有中心？龚俊利用杆位的优势去压迫对手的线路，龚俊看到了黄景瑜的失误，直接杀入内线，漂亮！龚俊利用晚刷车杀出内线，再一次的甩开贾大亮。我已经拿到明年度法拉利车队 F1 的赛车冠军，下午2点飞机，要不要跟我走？